左脚外摆，右脚随即上步，两掌交叉，两掌心向里，向外分开，呈蝴蝶双飞。从相反的方向再讲解一遍。左脚尖外摆30度，随后右脚提起，迈一步，呈布丁布巴马的姿势，两掌交叉，右掌在外，左掌在内，掌心向里，向外分开，呈蝴蝶双飞。呈上式的蝴蝶双飞，两掌交叉往里收，然后向左右拨开，称为拨水求鱼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两掌交叉往里收，然后下拨，使掌心向下，两鹤头手往里下沉内收，然后顶腕而出，做白鹤伸进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。两鹤头手往里下沉内收，然后顶腕而出，呈白鹤伸进，掩饰前方。两掌外旋内收，使掌心朝里，然后经过转节，沉腕，呈双指朝阳，掩饰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讲解。两掌内收外旋，使掌心朝里，然后经过转节，沉腕，呈双指朝阳。右脚尖外摆30度，随即左脚向前上一步，两手内旋，从胸前交叉分开，呈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讲解。右脚尖外摆30度，随即左脚提起上步，呈左布丁布巴马，两手内旋，从胸前交叉分开，呈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
步行不变，两掌交叉，然后两掌外旋向下，向左右两边拨开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讲解。两掌交叉，使掌心向内，然后两掌外旋向下，两边从左右两边拨开，呈拨水求鱼的姿势。两鹤头掌，掌根稍微下沉，然后向前用力顶出，呈白鹤伸进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讲解。两鹤头掌，掌根稍微下沉，然后向前用力顶出，呈白鹤伸进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，长鹤翅掌，以两前臂向里向中夹击，两臂交叉于胸前，呈白鹤剪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一次讲解。两鹤头掌，呈鹤翅掌，以两前臂向里向中夹击，右外左内，使掌心向里。右掌内旋，使以前臂为力点向外消出，左掌收回，然后右掌收回，做左右的利刀消除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右前臂内旋，使以前臂为力点向外消出，左掌收回，然后右掌收回，做左右的利刀削竹。右掌内旋，呈阴标掌，左掌外旋，使掌心向上，右掌上前标出，然后左掌向前标出，连续两下做将军出剑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右掌内旋，左掌外旋，右掌向前标出，然后左掌向前标出，做将军出剑。左掌外旋里收，右掌向前推出，两掌经过转弯、沉结、
成为双枝朝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左掌外旋里收，右掌向前推出，两掌经转腕沉结，成为双枝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尖外摆30度，右脚提起，上步呈步丁步八马，然后两手转腕做结呈蝴蝶双飞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左脚尖外摆30度，随后提起，右脚落地呈右步丁步八马，同时两手往里做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内旋，交叉胸前，然后向外拨开呈波水球鱼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两掌同时交叉于胸前，然后掌心向下旋转，然后分别向左右两侧拨开呈波水球鱼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稍沉腕，以掌背向上顶出，呈白鹤伸颈，目视前方。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两鹤头掌稍微沉腕，以掌背向上顶出，呈白鹤伸颈。两手掌向中夹击，使掌心朝里，左掌在里，右掌在外，呈白鹤剪翅，目视前方。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次讲解。两鹤头掌呈鹤翅掌，向里向内夹击，使掌心朝里，左掌在里，右掌
在外，目视前方，呈白鹤减翅。两手顶腕向左右两侧分开，然后再向里向中插击，形成了鹤翅裁腰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形成了剪刀状的两手，分别顶腕向左右两侧分开，这个动作叫做白鹤引颈。同时前腹身体稍向后仰，呈弥勒线度，然后以两个鹤翅手向里向中插击，形成了鹤翅裁腰。两个裁腰手同时里收，向里由里向外缠出，随即提起右脚，形成了白鹤独立的姿势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两个裁腰手同时里收，向里由里向外缠出，随即提起右脚，脚面绷紧，随即右脚落地，两手成虎爪，爪窝，然后左推右拉两下，发出颤劲，这个动作叫做狗子浚水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，随即右脚落地，两手往下爪窝，然后左推右拉两下，发出颤劲，这个动作叫做狗子浚水。左脚向外开，开步做画眉塌架，两掌从右向左画眉，叫做美女画眉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再向大家做个讲解，左脚向左迈出一步，做画眉塌架的动作，两手扬起
向左横扫做美女画眉，右脚向右迈一步，做画眉他架，两手扬起向右画眉，做美女画眉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再向大家做个讲解。随即右脚开向右方小门，做画眉他架的动作，两手扬起，同时两手扬起向右横扫，做右美女画眉。左脚向前迈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，两手做蝴蝶双飞的动作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左脚归中向前迈出一步，右脚随即跟进，两手做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同时内沉，左内右外，向左右两边拨开，做拨水求鱼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说明。两掌同时内旋，交叉于胸前，往下拨出，两掌心朝下，这个动作叫做拨水求鱼。两鹤头手用力向前顶出，使两掌心向下，做白鹤伸进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个讲解。两鹤头掌内收下沉，用力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进的动作，使两掌心朝下。右脚后撤成弓步，两手扬起向下抓窝，做童子叩拜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再向大家做个讲解。右脚后撤一步长弓步，两手扬起握成空拳，
右脚上步，长步钉步爬马，以左前臂为力点，向外推出，右拳向后拉，置于腰间，形成了霸王开弓的姿势。然后左拳外旋，里收于腰间，然后扬臂抡臂往下盖脖，呈白鹤盖脖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再向大家做个讲解。随即右脚上步，左拳里收，以左前臂为力点，向外推出，右拳向后拉，置于腰间，形成了霸王开弓的姿势。然后左拳外旋，里收于腰间，然后扬臂抡臂往下盖脖，呈白鹤盖脖。左拳成掌，然后左掌从右前臂穿过，右拳成掌收于右胸前，然后转身90度往下扫切，形成了白鹤扫翅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再向大家做个说明。左拳成掌，然后左掌从右前臂穿过，右拳成掌收于右胸前，然后转身90度往下扫切，形成了白鹤扫翅。右脚向右平摆一步，左脚后撤，左拳向里向外缠出，右掌扬起向上托出。两掌由左向右向左扬起，然后右脚从后向前横扫劈起，然后两掌往右劈击，左威风拔树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向左，从左向右扬起，左脚由后向前横扫而起，两掌
向左劈击，左左的威风拔树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前进步两掌，向上插击，掌心向内做美女照镜，然后顺时针的旋转一圈，做颈盘摇出，目视前方。退右脚一步，长左弓步，两手扬起往下抓，长虎爪，爪心朝前，长仙人摘桃。随即上右步，左手往下缠腕，右阳臂向左隔击，做白鹤护巢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两掌做青龙出水，目视前方。随即左脚尖外摆，右脚上步，然后左圈手抓，右手往前劈击，这个动作叫做鹤爪圈抓飞天砍斧，要目视前方。两手成掌，轮劈做十字打手，然后向右前方抖出，做白鹤抖铃。抖出的鹤翅手经过小圆圈的动作，做凤尾垂落，目视右斜前方。右脚里收长虚步，虚点地面，呈白鹤迹脚，同时两手内收，左掌右拳贴于左腋窝前，向前推出，做将军挂印。整个动作叫收势请拳，要目视前方。
然后右脚后撤半步，长平马，两手成爪，收于两腋窝前，向下用猛力按压，发出螺旋劲，做半月沉江，目视前方。身体起立，右脚收于左脚侧，同时两手自然下垂，两大腿外侧，目视前方。